看看新闻网。请问音乐旗下的著名歌手弦子小姐来到现场，欢迎，有请师姐啊！不得不爱啊，不得啊，不得不爱了。来这边欢迎弦子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啊，大家来热情掌声，上来的朋友来欢迎弦子小姐，欢迎。Okay。弦子呢，因为对我们来说的话，齐翰今天他人生很重要的一天，对你来说也是专程赶到上海来的，上午来的是吧？对，今天特别高兴可以来参加师弟齐翰的发布会。哎呦，我真的是特别感谢师姐今天能替我来站台。对啊，师姐站台会带着大家庭当中更多的祝福，是个师姐的祝福送给到齐翰。对，首先呢，就是要说很高兴，祝福你加入到喜欢音乐这个正阳衰的大家庭里面，给我们公司又多了一位男丁。然后呢，其次希望你可以在这里好好的发展，然后那个祝你的歌唱事业可以越来越红，好不好？谢谢师姐。对啊，师姐光说不算呢，师姐今天有带礼物来啊。对。来，我们请工作人员送上今天贤子来带上的礼物。然后呢，要让贤子来告诉我们这份礼物蕴含的意义又是什么？为什么要送他一把吉他？因为呢，这个是对我们喜欢音乐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意义的仪式。哦，那怎么说？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？在我的师姐戴佩妮加入喜欢音乐的时候，我们的老板陈子红送给戴佩妮一把吉他。啊，对，然后呢？戴佩妮小姐就成为了创作才女。之后呢，在我加入喜欢音乐呢，佩妮小姐又把吉他送给了我。哦，就是一代传一代的啊。对，然后呢，我也开始了我的创作生涯。好，现在我今天又带着一把吉他送给齐翰。哇哦，希望呢他也可以开始自己的创作。哇，太棒了。那我们要把这个带着很好的传承意义的吉他送给齐翰，祝福你早生贵子啊。来，朱哥，不是不是，早生贵子。贵子对你来说，贵子是什么？音乐嘛。对了嘛，哎，当过主持人就不一样，懂我的啊。其实啊，我真的觉得我一定会努力争取，不辜负我们的组织对我的期望。我一定要加油加油再加油，好不好？现场的朋友来，那我们也有请啊，我们的师姐和师弟合影一张，在音乐的名义下，我们来一次最完美的见证。两位，好，我们先看右边的媒体。好，中间的各位朋友，这边还有我们左边的各位朋友，准备好您的相机。 OK， 在这里呢，我们也特别感谢喜欢音乐为西安营造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音乐氛围，是吗？还有这么多家里人送上的鼓励，仙子谢谢你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谢谢师姐，谢谢师姐。